哥，你想想，拜托你忍一下下，我已经在美国订婚了，下个月要结婚。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？不是机场那个？对呀，那个黑道，那个黑道对金美兰的未婚夫，居然还勾引朋友的未婚夫。黑道小姐，你做人最好不要这样。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你这种双面人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，居然无缘无故说话侮辱我？我想让他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，就带他来了。什么？金美兰小姐还不知道那个黑道已经把她男朋友抢走了吗？8月21日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粉红色口红》。